美国、英国来个宣布，我们不承认。所以这三小国独立，你给算一算独立。今日的台湾同款，但是咱无迄个尻川，因为台湾人足戆的，无智慧，无常识。你若甲讲卖选举啊，伊会甲你出。啊，白白台湾人，你嘛卖安尼。这个白白是台湾人哦，已经几啊摆，为阿扁也开始甲即摆拢同款。啊，咱是安怎？所以，今日法律建国会办这个演习，就是要因为美国要求讲，你若要发身份证，你若要酒，甚至酒的内底、酒的参与，拢通过你公民法案，你开始会当发身份证。啊，我摕着身份证，你爱甲我讲我有啥物好处？我若讲摕着这张身份证，我会当去换一碗牛。牛肉面，我是一个人买。啊，无我摕这份身份证，我无定爱阁开一千块去办。啊，我摕一份身份证无路用。啊，你讲要安怎？要创啥？我讲电话发一千分的护照的时阵，有一个好处。你知影迄个高市65岁以上哦，你敢买半价对不对？那份身份证会当买半价，你信不信啊？台铁，那个高铁承认了，所以这张身份证，台湾民政府发这张身份证，来跟美国谈判，用安尼，安尼看恁有同意无？摕着这张身份证，那万一你想要办去美国的签证的时阵啊，唔免 interview。哎，唔免去面谈啦。即摆面谈哦，甲你拒绝人足多呢。你若摕迄张身份证，表示讲你是本土台湾人。咱个公民权利法案内底规定，中国人要摕身份证哦，歹势，爱时间个限制。即摆规定它是6年个款哦，六冬才会当摕到。公民，不是叫做公民权，叫做居民权。绿卡，台湾的绿卡，爱难当。所以美国头一摆甲咱拍倒转来，讲了后，咱随国家互伊。一摆送互伊了后，经过较久，可能伊是送去较悬的台阶，我拍倒转来，我一摆要啥嘛？伊讲恁未记咧定。台湾是分作两种人，一种是比占领者，一种叫占领者。啊，占领者未使予你比占领者的土地啦。哦，有理啊，咱建书啦，咱台湾人建书啦，因建尔啦。安尼，我讲啊，总袂当讲直接咱无得管啊。安尼，啥物人爱管 ？USNG 美国军事政府爱管。啊！美国军事政府才委托予咱民政府来替管，咱民政府来咱管的时阵，迄间人就知啊。上少两批要嫌疑啊。所以呢，即摆迄间通过啊，即摆通过了后，换咱的民政府的工作，收分，无收分呢？每当以内阁还是参议院来这里任职，我相信我估计到年底就好啊。年底美军啊正式入来吼，我跟你讲啊，咱只排队啊啦，大家拢来受训啊。刚刚伫嘉义有人讲吼，较紧去哦，啊若无去吼，你只山做旅长尔尔。当然无遐尼啊严重啦。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，咱民政府有一个绝对的原则，毋是看你的年龄，毋是看你的学识，是要看你的能力。你若有能力，你几岁拢不要紧，
你莫叫中华民国迄套甲你害死。讲你几岁啊？你袂当做啊？咱在座八十岁，那美国倒来黄小姐黄慧英，八十几，八十了嘛？啊，有好势。比咱大家吼，所有的人，你若要比起来，伊的体力袂比你较歹。咱家要上届，咱是第一名，第一是一个八十五岁。以后来你讲，喂，数二八，要去日本管理学生，我来做总指挥，我来用日本来甲画。他别讲去一工吼，有足侪日本人。哎，这个台湾人吼，我哩上。他有十几个，因为阮徛几排，伫遐甲唱日本歌，日本的国歌，甲你日本政府讲，你将阮放袂记，哦，伊无唔对个，这边，这张车甲要印予你个，这张啊，咱有一个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，摕这啊，摕这本这张一模一样的物件去日本的东京大学。分予遐个教授，我甲你讲，遐个大学教授啊，摕着遐看了，拢好。当场啊，拢哭哦。日本的东京大学的教授啊，伊讲吼，阮日本人哦，犯真大毋对。战争失败以后啊，阮将台湾人放杀。你啊看，日本这边的地震，台湾人所捐的钱超过五十亿，是世界第一。即摆还过晋江呢，日本人家己主动自发讲的哦，伊讲后摆台湾若有代志，阮日本人绝对做第一个跳出来。今日我要讲的就是，咱台湾人到今日为止，还有日本的国籍，是法理上。因为美国，咱去告美国的时阵，伫美国高等法院，伊讲台湾人无国籍。但是，人权公约内底讲十五条甲一、之一甲之二讲，每一个人拢有国籍。我请问你，咱的国籍是？咱的国籍是啥？日本啊！什么人袂当？除了咱家己讲，我放弃，我放弃我的国籍，你才会当将我的日本国籍摕了。国际上的法律啊，国际上的法理啊，不是讲我日本放弃，安尼咱就拢都没有国籍啦。我们有国籍是日本国籍。拿到了日本国籍，你四月二日来讲，你来还我，还我以后，咱再来讲，咱要保留还是歪？要变成台湾？美国是照国际法来判，你现主席的状况就是无国籍啦，因为你讲日本放弃啊，但是迄个放弃吼，迄个 renounce 就是讲放弃。但是若无照定数，放弃的人会当安怎收倒转？奥克纳瓦同款，奥克纳瓦，美国、日本将奥克纳瓦交予联合国托管，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。美国托管以后，迄一天开始，伊伫奥克纳瓦成立奥克纳瓦琉球民政府。所以美国所有单位甲咱讲，恁去学奥克纳瓦，奥克纳瓦安怎做，恁安怎做到啊？咱本来叫做台湾兵民政府，美国落摆甲咱讲，七月份、八月份，阮美军要入来台湾，伊是准备叫做美国军政府、美国军政府，所以希望你台湾兵民政府改做台湾民政府。甲奥克纳瓦同款，所以咱本来以前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翻译叫做台湾平民政府，但是即马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原因伫即个所在，要
要和伊搭配，安意思明白？但是咱台湾开始都有人学咱原来说平民政府呢，扶我摩杀平民政府。其实即摆台湾的平民政府哦，听讲有三个啊，啊，这无啥，这无啥。伊拉克当时啊，有20-30个平民政府，但是美国人成立对一个平民政府，成立迄个美国甲华盛顿设立迄个平民政府，甲请来。各位，即马所有伫台湾的民台湾民政府，敢若一个有伫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。迄、那个平民，迄、那个台湾民政府是啥物啊？都是咱啊！到今日为止，还阁伫遐咧运作呢。遐个钱呢，伫遐大使馆的区内底办公室，夭寿贵呢，几啊万美金呢，迄落几啊千块美金呢，一个月。咱内底敢有人出着到最着钱？有无？我嘛无个，啊你嘛无。啊、奇怪呢，啊是啥物人做？敢若为体面搭过，迄个答案，即个答案。美国分属政府之外，一定会伫台湾成立台湾民政。例如即个李登辉会记无？李登辉当时，伊讲要废省，有无？记不记得这件事情？被废省有无？但是到落尾啊，没有废省，变成动省，有无？为什么？是宋楚瑜反对吗？啊，是啥物人反对？美国。美国谁人反对？美国 AIT 派人给你电美国。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要把台湾省政府废掉？台湾省政府的前身是什么名啊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1947年以后变成台湾省政府，这个物件就是台湾民政府啦。你认为想要将台湾民政府注销，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？你讲 No， 流亡政府绝对不可能就地合法。中华民国蔡英文已经讲，伊是流亡政府，后壁迄句话无讲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选总统无效啦。你认为当时你从台湾省政府去念，原因就是想要从中华民国就地合法。美国老板伊来讲 ，No， 不可以，因为这是叫间接化，这是台湾民政府，所以。咱已经正式甲美国讲，你美军来是吧？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先设落，中心新村，拢伫咧咧。你有时间呀？拢伫咧啦，拢好好啦。先交予阮，先交予台湾民政府啦。啊，咱有讲，啊，恁台湾民政府这人拢无名啦，拢都是没有名望的人呐。我讲吼。你笑话，要有名望很简单呐、啊。当民政府开始控制媒体的时阵啊，我逐天报你的名，看你有名无啦。我跟你保证，讲咱大家拢变做有名个，无名。即摆有名，遐个有啊有啊吗？遐敢有能力？那蔡志远，你讲遐，你真正你听着气死呢。表面上大家拢安尼。加拿大是足牛的，到底够无牛？绝对无牛的。阿扁啊，无读正经话。阿扁啊，我去甲看，我看伊四届。到第二届，伊才甲我讲啊。阿林姐，你的册奈无卡早写出来？我讲我有写啊，是你家己歹看的啊。当时是陈凯模，国台的迄个副院长啊，下面副董事长啊，伫我的面卡互阿扁安尼。因为台湾有计划，台湾有计划，有一本书叫做《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》，
台美关系关键报告，迄本哦，你顶下叫阿扁爱读。迄当阿扁，我会记你敢若是伫国外访问啊，无读啊。落尾阿扁讲要写一个台湾地位的书，你记得无？伊的第三本就是台湾地位。我所我的书给伊啊，伊唔敢写，伊全无写。啊，假讲吼，原来迄个司徒，迄个史蒂芬杨啊，杨淑丽啊，伊2006年的2月2日啊，去 AIT 内底去迄个总统府改讲3点，迄报告嘛有写啊，我嘛有写啊。甲讲三点啥？你讲到今日为止，我台湾无交予你中华民国。意思就是讲，台湾这块土地的决定权，不是啥物人讲了算，是我美国讲了才算。所以美国会来，若有代志会来救台湾无？我甲你讲，100%，你是看到到100%。你敢知影？伫桃园的乐山，伫咱附近有一个乐山，你知哦？2000公尺的所在，雷达开30亿，中华民国出的钱，现准是有50几个美国工人，拢总伫台湾这种的雷达有3个所在，本来有一粒上界先进的。要设置台湾，但是把马英九掉。我甲各位讲哦，遐飞机会袂有台湾无？我阁甲你讲，不会，因为若袂有台湾，计刚刚所有的内底设备都拢服用服起去。美国甲我讲的，国防部甲我讲的，我们不会卖给你中华民国任何的飞机的。啊，若卖，你绝对是吃了了。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来的时阵，迄阵阿扁去出席，和我见面，和陈东山见面，当我的面哦，伊问陈东山啊，陈东山，你当时做国安局的，啊做秘书长哦，伊甲问讲，啊你中华民国的军队你有法度控制无？你当陈东山安怎讲？当我的面哦。你说我控制不了，总统工作地了。你够干吗？那个超限战，你们中华民国的那些仪器放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不知道。有没有昏倒啊？你说我告诉你，在你办公室前面的大楼的地下室啊，你要去看一看啊。所以改工三个基地，你有没有去视察？没有。哦，选总统可以调，起码全台湾的希望，伫台湾民进路。因为我改工资啊，你起码到起码我去你听偌济句，我搞不清楚，但是我会互你知。不包括台湾所有的水文啊，水文是要弄啥？迄海迄个水文啊，咱内底无航海啊。迄个水文就是潜水艇要避的所在，要行的路的所在。我甲你讲，这是秘密的。台湾内底有几个区啊，有放水雷，无心人的水雷，但是看遐水雷啊。美国潜水艇来这个附近的时候，把咱打电话，咱无回应。美国是气的啊！啊，有几个所在爱放水雷，伊嘛无肯。你知影这个花莲啊，迄、那个海，迄、那个港口来遐吼，迄个沿海是凹进，迄、那个凹进去内底，迄、那个波分会当停迄个潜水艇。美军停在那，
两千零六年，两千年的时阵啊，阿扁也拄拄啊调迄个总统的时阵啊，洪山的部队啊，迄一天要进兵，为啥部队要开，要开来台北？美国国防部随甲李登辉讲，你要制止，你如果不制止的话，我要从军舰上面发射飞弹，将所有道路啊炸掉。美国有迄个能力。既然刚我发表两篇文章，一篇文章叫做《中华民国民进党和中国共产党胡锦涛》，我相信你有看。在这个月十三发表，内底有一段，我写讲，民进党派洪基昌去中国访问，讲三个条件。第一，要求中国承认中华民国。伊讲，你若承认中华民国，后摆阮要交予你中，要将台湾交予你较简单。美国为这个代志开国安会议。第二篇文章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串通。两千零九年，斯蒂芬·杨在十一月十二到十三发表，那是密电，就是将迄个中国和台湾的平台、国共平台会议的代志，完完全全伫电报内底写个清清楚楚。迄当阵所有退伍的中华民国将领，伊讲啊，我若和你中国较好嘞。我们就能来拒绝美国入来台湾，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大量的部队入来台湾了，真好，真好。这些嘴面呢，若要继续安呢，咱拢免做啥物工作，早晚美国一定入来台湾。现准时要八百个海军陆战队要入来台湾，大家拢嘛甲我讲，迄无可能。讲我哩空虚妄想，四十个入来嘛，新大港入来嘛，嘉山入来嘛，台南入来嘛，不是空虚妄想。现准时台湾三个连炸弹拢好啊嘛，台湾是非常非常的安全。即摆过来就是爱看咱台湾人有智慧，啊有相信无？就是美国即摆甲咱讲的迄个缺点，你有地位，你有没有智慧？咱有尝试无？咱明仔看报纸，伊写的报纸你才较相信，伊若无写你无信。各位，恁会晓看网络，请你举手啊，看嘛，网络会晓看。恁来去看台湾民政府啦，的网络啦。所有的消息都在台湾民政的网络公开啊，有的是可以公开，但是不能公开，我在上课我就跟你说，有的美国不让我公开啊，但是有很多是美国政府说你可以发表，是红旗上的事情由你发表，类似这款的事情美国也很紧张的，美国看我的咱已经这个团体，和美国人、美国国务院、美国国防部，把咱称为 another third party， 第三势力。美国政治把咱叫咱这个团体叫做第三势力。CIO 嘛，亲自跟我讲，伊讲恁这个团体后摆在全世界会非常有名，但是咱不是要有名。那是真真正正要让台湾的将来，让咱的子孙有好的日子，咱是安尼去拍拼，敢是？但是咱一定本身对台湾的地位要搞清楚，台湾到今日为止，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台湾的主权不是在咱台湾人的手头啦，咱今日的是因为战争失败，马卡萨。就恨咱台湾人，你敢知？马卡萨为什么很气台湾人？因为
1941年12月、12月初7，日本去袭击珍珠港，12月初8，咱为屏东出动100架零式战斗机去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，全部给歼灭。来去飞机几啊百架拢好，一摆去哦，台湾海战飞机全部歼灭。迄、那个输赢啥物人？麦克阿瑟，麦克阿瑟逃牙起来，叫飞机飞落来，用飞台湾，台湾的屏东的，哎，台湾的高雄基地嘛，伊当叫台湾的高雄机场。伊讲无可能啊，遐尔啊远，哪有法度？你知影日本人足厉害，零式战斗机啊，足轻的啊，但是轻，伊无保护自己的系统。日本时代，伊拢总有几架航空母舰，你敢知？29架，29架哦，航空母舰哦，遐中国人袂见面啥？去乌克兰哦，去共捡粪扫，一只2000万美金，讲伊有中国的第一只航空母舰叫做“施琅号”，2000万，我话咱在座捡起咱嘛有咧，2000万美金才偌济尔，6亿个，迄旧的呢？迄本来是人迄中国人要变等于营销去做海上旅馆呢。你国防部甲提议讲，变做航空母舰。我错一个，我本来想讲，我每一摆去甲批评，我咧甲笑，我咧笑伊遐中国嘛。我伊吼，甲2020年吼，航空母舰都未出现啦。哎呀，我看了讲，哈，伊特别好啊。那一个看，靠妖啊，迄买旧的。但是买旧的来讲，以后阁有几下问题未当解决，美国甲我头讲的。第一项啥？航空母舰上个厉害是伊，顶管会当载迄个啥飞机啊，对无？战斗机嘛。伊飞机会当起飞啦，我都降落啦。若降落拢落去海内底，因为伊降落的时阵吼，迄尾一定爱吼爱吼有一条索甲你勾的，安尼才停会掉啊。啊，若无勾的吼，大家都落去啊。伊听袂了，迄款卡是啊？咱日本人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19架，伊即马一架都做袂出来，啊，讲伊偌高，报到你老。搁一个第二个原因啊，航空母舰吼，你伫迄个雷达你甲看，你甲扫雷达吼，扫咧，而且光点亮起来，哇，啊，航空母就亮起来。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迄个亮起来，迄个灯吼，迄是假，有一个雷达的防护罩。咱伫迄个太空的迄个影片内底有啊，有一个防护罩有无？其实表面上一只刀，但是实际上是边啊。中国无法度啦。啊，过来，一只航空母舰的迄个发电量嘛，是一个上海市的发电量呢，一只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全世界拢同款，航空母舰若要做，爱做几只？3只，叫我成军啦。因为一只航空母舰，若晒出来，一年免转去；但是若转去休困，爱半年。所以你想嘛，知影爱3只，啊，若无3只，没有办法成军啦。啊，用一只去哈烂啦，啊，就听讲用一个私人，私人什么人？你知无？郑成功迄当阵吼，伊用迄个私人吼来打台湾啦，啊，你来试看卖啊！台湾这个土地是啥个土地？美国的土地嘛，你甲望看卖啊！我甲你讲，美国甲我讲，伊讲我听我甲呛声。喂，你台湾系这个美国和中国的武器，实力差50吨，50吨呢，是不是有影呢？很主席，你航空母舰要你共买旧的、捡旧的来拆拆，安尼讲叫做航空母舰。
迄飞机都挡袂牢，会落落去的，航空无共。啊，伊落尾啊，伊也真巧啦，伊要甲苏联买，伊讲我甲你买迄个高的迄个吼吼。苏联讲 no， 航班都无爱便宜啦，因为伊会人偷啦。啊，落尾去骗迄个法国，法国即马有一只，英国嘛有两一只，即马拢剩一只尔啦。啊，印度嘛有一只，也一只航空母舰，迄种无效啦，迄种做海上旅馆用啦。啊，毋通看到航空母舰就烦恼啦。啊，佮迄个美国迄个 F-22 隐形飞机对不对？啊，伊讲，伊今中国有几只？两只，美国甲我讲两只。啊，你两只臂弯型的 F-22 加四公尺。20公分，那遐尼啊大只，吼、哦，袂输讲做较大只的吼，较有办啊。唔是啊，因为伊无法度做严禁啊，伊严禁哦去用迄、那个苏联的迄个舰，唔知舰七啊舰八迄个严禁哦，甲放大压甲倒的，啊，所以伊得飞隐形哦，伊拢总飞15分钟啊，最近讲还佫飞一个115分啊。啊！你飞起哩，美国有你甲看，你笑诶！美国你笑，甲我讲，还没有隐形，有隐形，但是伊个眼镜伤大，迄、那个眼镜喷诶，迄个火，伫底下顶面看一点红点，因为迄就是我们打靶用的目标。你法度解无？绝对无法度解，毋是讲飞机甲伊涂。除了甲你涂迄个隐形的吼，安尼就表示隐形的，遐简单。啊，其实伊个偷地，甲美国偷地，所以即马美国对这非常的防止。你就是讲美国国务院想要卖给中华民国飞机啊，美国的国防部讲 no， 绝对袂当卖。啊，若袂当卖卖嘛，美国安那采取方法，美国无偌讲。咱台湾已经有买3架的 F-22 啦，中华民国出的钱，美国人去买。真的不是假的哦，中华民国出的钱，啊，美国人去买。美国讲你要买武器嘛，我卖给你，几高啊？二三架，底千斤钢，美国人去晒，你袂当去摸。你要卖嘛？我卖你啊！军工，同款，有两只，听伫夏威夷，这边14国的海军的演习的时阵有参加。你甲看网络内底，奇怪有一个台湾，奇怪台湾当时去参加，有啊，台湾出两只，注意无？其实咱拢免开热钱啦，你若民政府嘛，你叫我出钱，你食较歹。你美国，你敢吃咩？你本来对伊都要负责啊。我唔免做兵，我唔免交税金，我唔免买武器，遐武器拢互台湾就好啊。所以台湾人后摆足好个，好个啦。我甲你讲，后人讲即卖台北市有人安尼一个人有250间厝诶。哦，迄是足过分诶，真正足过分诶。当然我即卖袂讲伤济。在讲伤济遐人吼，会对咱民众有反感的。你拢藏在心里，恁的心甲我的心拢一模一样。但是台湾民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会当完成的，是你甲我爱共同来搞完成的。啊，你要安怎完成？你现准时，我刚甲你拜托你两项代志尔尔。第一，介绍人去看咱的网站。第二，你开始爱看册，你爱知影讲咱台湾确实实的地位到底是啥？啊，若有一天民政府委托予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，你有法度甲伊完成无？我甲各位讲，我会当甲各位保证，后摆所有民政府内底内阁的官员，拢是现准时五倍薪水，但是你若贪污，清算。安有公道无？有，你唔敢讲。安有公道无？有，公道嘛。你有厝，
五倍薪水，唔免交税金，啊！你贪污是要创啥？所以欠债是恁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唔敢讲。对。对不对？对。哎，真是哦。不管啦，迄无关澳洲，你讲咩，咱欠债咱还是欠债。哎，咱若无欠债吼，大家讲我来贪啊，贪是对啦。我跟你讲嘛，这是安尼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赞成爱死刑，因为吼，你未当讲，咱老百姓去饲一个犯人吼，甲饲死刑。啊，那犯罪会使，那讲犯罪死刑的吼，安尼好，有办法，民警有办法。迄、那个死刑架交予你，你去饲。我赞成啊，吼、哦，交予什么人犯罪吼，予伊去饲。安尼好无？好，绝对好个啊！我无要甲你欠债啊，互你去饲啊！因为咱所有人无要甲伊饲嘛，你著迄个反对人去甲饲嘛，安尼维护人道有利哦，对不对？安尼维护人道嘛，对不对？袂使贪污啦，啊袂使吼做歹代志啦。当然啦吼，我嘛是赞成讲尽量死刑较少，但是唯独。在咱台湾民政府这个公众的领域内底，你若真正去贪污，一定爱死，啊无人惊。我贪污了无你啊，你无我，互你乖，我都食一世人。啊，咱民政府的贪污真好呢，啊，只要你一家嘛是贪污真好呢，啊有灵气，啊，逐项拢有，啊，恁我后尾来互你乖。变哪里去？对不对？这个咧，但是这是原则，互你五倍，但是贪污欠债。当然啦吼，后摆若讲经过三年五年，拢无人去贪污啊，这咱考虑，废止啦，啊，但若废止开始就贪污啦。所以吼，当然啦吼，这人权啊，即马人权进步，甲在讲吼。有人咱嘛是伫在边啊嘛啊但有一个人有人安尼，强奸啊，搁杀人啊，迄个安足可恶安尼。啊，你讲袂当甲欠债哦，啊，但啊气干啊，牙啊呢，牙牙两摆歪去，有法度。当然是有的案吼，查袂清楚了。吼，啊若可比讲吼，你讲欠债唔对的吼，迄个块官爱欠债，安尼就好啊。你讲欠债。你若借期无够，你就迄个人爱赔嘛，爱欠债，那唔好。所以是安尼啦吼。今日要讲的这样的物件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啊啦，啊，讲伊今日算头一摆，头一摆。我还阁有课的，你要哪落？我还阁有课的。明仔，咱再是7点吼开饭，开饭吼开始食饭。啊，咱落去有烧水。啊，落去了，咱原来有暗时有点心啦。啊，我点心是啥？哦，我爱食点心嘛。但是有人要食点心的吼，会当甲我讲，我会叫伊甲你准备。啊，因为咱过去每第一、第三、第四拢有点心，但是食到吼，拢剩多啦，拢剩拢落去。啊，若讲有特别讲刁的吼。哎，当跟我讲，安尼，我今日上回先，大家快点出来，来过一个段落，安尼好不好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正，起来。